老婆，你打扮好了吗？我带你去购物二零啊。去哪里？你那个装饰品怎么不戴起来？那戒指嘞？啊，我这个戒指。今天是五二零，要浪漫一点。第一次给我老婆戴戒指，来吧。哇塞，我老婆的手多漂亮！指甲只有一个黄金。老婆再戴上这个。这个是他们越南的纱巾，这个多少钱？北美几万？越南盾7000万，哦哟！你看我们的指甲、戒指、手镯、项链，这里还有一个越南纱巾项链，到处都戴满了。这情人节520，这一天一个，就凑起来就这么多了。这是7000万越南盾，一个大男人牵你老婆的袜子，去买喽！穿过袜子也没有，衣服也舍不得买。我穿什么样子都可以吗？要穿那么好看对，吗？老婆穿好了就好了。对，我老婆打扮漂亮了，我是不是有面子啊？是不是这样的，家人们？那人家说你老婆嫁个这样的老公这么丑，来，老但是我没有面子。对呀、啊，老婆没面子了呀。表姐，今天月子霞去哪里玩？带她去游乐场玩，带赵子英去。两位女神今天陪小孩子过啦。我们也感受一下小朋友。你还不回去陪九哥跟着我们？我也带我儿子过六一啊。六一还没到啊。带儿子去亲子啊活动啊。亲子活动。对呀、啊，小时候没有。那里是亲子活动，现在补回来呀、啊。看到了吗？你车停在哪？那边。哪里有这么多小孩呀？那那那小的。中国小孩真的太辛苦了，找那么大的小孩玩，找个名堂。你看上面那么高，上面爬爬过来真的很好玩的。你喜不喜欢这地方？喜欢。那我去买票带子英进去玩哈。我可以玩吗？你也可以玩。可以玩。休息一下。我晕倒了。太阳晒太大了，太热了。今天是子英的主场啊，他想玩这个滑梯，加油加油。哦，好玩吧？好玩不？好玩。哎，你又在这里拍什么？又拍到越南去啊？到时候怀疑你是间谍，总在这里拍啊？对对对，带。你带子英去玩嘛？啊。看一下指甲，各种介绍，各种拿着手机拍。看一下我们的指甲，就是人群中的宣传大使，拿着个手机到处拍。子英刚才不敢趴呀，这个因为下面很高，他害怕高。来，你看哥哥，看哥哥，往上面爬嘛。就这样爬就对了嘛。来，爸爸带你。对了。子英，你是要下去还是继续往上面爬？想下去，那爸爸带你下去好不好？爬了这么高了，还差一点点就到了，走吧，爸爸带你下去吧。子英，你想不想滑滑梯啊？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那你要爬到上面去哦。我马上就到了。马上就到了，那你加油。子英速度越来越快了，他现在开始不害怕了。然后目前的高度也是非常的高，已经非常的高了。看他能不能挑战成功。宝贝加油，爸爸在这等你。此时此刻子英已经看到下面的高度了，已经哭了。
好了，不怕，爸爸来了，爸爸来了。哦，好，爸爸抱，来来来，爸爸抱。子英今天已经非常勇敢了，还差一点点就成功了。然后下面现在目前的高度已经爬得很高了，他已经看到下面，已经开始恐高了。宝贝，你很棒了，真的已经很棒了，第一次。不哭了啊，爸爸抱紧你，没事的啊。好乖呀。等下爸爸抱你上去，好不好？爸爸抱你上去，给你从这里滑下去，好不好？开心吗，爸？我们成功了，开不开心？已经到上面来了，哇，好高啊！这是一个悬空的玻璃栈道，紫英泡泡，泡泡，啊，你已经成功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已经挑战成功了，第一次，等下去那里滑下去好，好不好？你看哥哥那他们在那里滑下去，又要我抱了。来来嘛，走过来嘛，我宝贝，爸爸帮我去泡泡梯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抱你去滑滑梯啊，从这里滑下去好不好？好好。躺下来。躺下来，宝贝。哇塞，子英已经挑战成功了。我可以在这里下去吧？啊，可以，我也从这里下去吧。Hello， 好不好玩，子英？哦，子英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好不好玩？告诉爸爸好不好玩？已经挑战成功了啊！子英刚才从这下来了，刚才带小子英玩了，现在又带这两个小朋友玩。现在帮他们排队这个彩虹滑道，他们在里面有个棚子，就没那么热，要站在外面太热了。等排到我了，再叫他们两个过来。不要再逗留，别撞到。过彩虹滑道的小朋友，下来之后立即举起来，不要再逗留，避免撞到，避免。过彩虹滑道的小朋友，下来之后立即举起来，不要再逗留，避免撞到。好不好玩？还再来一次。那你们去玩吗？避免撞到。什么时候有咱们男同胞的节日？现在又带咱们三位女神过来吃饭，还特地在外面打包了一个小龙虾，三位女神爱吃的，多吃点哈。今天我老公格局打开。嗯，点了妈妈爱吃的猪脚，妈妈啊，这个大片牛肉，鱼皮。哎，那我爱吃什么？你爱吃这个口味虾呀。我也爱吃这个。多吃点，美女们啊，祝你们越来越年轻漂亮，好不好？好，啊、必须。女神节快乐！快乐，太开心了。比心。大家一起开心快乐。老婆准备睡觉了。嗯。今天过得开心吗？开心。我看你身上什么都有，我就没给你买礼物了哈。你知道五二零是什么意思吗？是我爱你。嗯，对了，那我们这边一般他是发红包发520。啊。哦，那你知道1314是什么意思吗？1314就是一生，就是只爱你一世。就是一辈子的意思了，也差不多了。啊啊，谢谢。那我给你发个红包，可不可以啊？哎呀，算了吧，今天后事完好了吗？我现在不去后事。意思意思一下，嗯，你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啊，有心了啊。我转账给你哈。嗯，这个转这个哈。转这个。嗯。可以吧？可以。
可以打老公，老公今年就打给格局打开。那我现在已经表示了，你们看到家人们，越南之家，那你对我有什么表示没有？表示啊。想对我说什么吗？就是谢谢老公，老公有心了。你也喜欢什么你就买什么吧，你喜欢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啊，你不要去省钱了。不要自己计较啊。好嘞好嘞。就是这样吧。嗯。